今天带朋友们欣赏一块非常圆的一块石头啊，也非常大，非常重。这个石头呀，是我几年前在那个园区伞里面捡来的啊。你没有给它做底座，今天呢，我就给它拍摄一下，让朋友们欣赏一下。我把它放在这个椅子上。是不是这样看的比较直观一点啊？这是一个茶台的大椅子，你看它的这个整个这个石头啊，它是这个属于这个桃心的，这个圆呀是桃心的，下面呢大一点，上面尖一点，前后呢是匀称的啊。这个石头你看光光的是什么原因？造型就这个造型，啊。那个回来的时候呢，我让一个朋友呢拿那个叫什么那个角磨机啊，细沙子角磨机刨了一下光，只是轻轻的刨了一下光，没有进行其他的变化啊。那这个石头呢，非常重，还有特点呢，磁性非常强，看它的磁性，随便测它的磁性。磁性非常强，咱们转个圈欣赏一下，这个它放倒啊，它放倒，看看，哟，我看看这是它的另一面，对啊，这样看这个形状啊，刚才我讲了，它这个，你看就这样子的，地面宽，地面。就这个形状非常漂亮，这么大，圆圆的。这个石头就是刨了一下，我不知道切片里面不知道什么情况啊。你看它的这个磁性太强了，这块石头呀，几十斤重。非常重，也可以看它里面的这个结构，像再给它搬起来，再看看啊。现在是把它抱在我这个茶台上面，再让大家欣赏一下。这个石头啊，稍微带点这个绿色啊。看我转圈，它是圆的，这样转。它好转，但是抱着很重，就我抱它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重。这样看得清晰，再拿磁铁给大家撕一下，来让大家看着再直观看它这个磁性啊。看我再拿磁铁给你撕，啊，手离开磁铁，形状美，我给它拿个简易柱立起来啊，立起来看，不敢放这里倒掉就砸烂了，还要放我办公桌上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啊，我弄了个简易的柱子，把它立起来，可漂亮多了啊。这个确实看上去非常非常漂亮，是不是？我看多角度让大家欣赏一下，这个石头很美啊。它是这种墨绿色的，转到这个后面，整个这个形状，让朋友们欣赏一下。这样，前后左右看，这个都是很，现在要回归原位，从顶部看。是不是很漂亮，朋友们？这个我觉得怎么都有50斤，至少在50斤重。好嘞，今天就给朋友们分享到此啊，一块精美的石头。
还全一点，一会儿发个视频发出去。好嘞，太美了。现在把这个石头放在餐桌上，这个餐桌上，咱们都角度再欣赏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很漂亮。这面光线还是有些暗，我给它调一下位置啊。对，调这个位置，光线就比较好，这个石头看着就比较清晰了，是吧？看这个造型啊，非常非常自美吧。好嘞，这个石头要独角度给朋友们欣赏，赏识快乐。确实这样看着很美啊，很漂亮的。